现在我们的经销商也都紧急跟我们要车，所以我们现在在追加这个量。那另外刚刚品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说我们这一次在那个媒体试乘会上面的行程也做一些调整。那第一个是我们没有这个中午跟晚上，我们就这一次就不要群聚在一起。我看有病症啊，他不戴口罩。我们这次没有做这样的调整安排，然后先跟他说声抱歉。但是我们有准备这个礼券，就是让大家这个等这个疫情比较平顺以后，可以带着你的这个家人也好，女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可以去享受一下这个美食。简单我的这个说明。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陈主会做很精彩的这个唱品说明。刚刚跟顺哥聊了一下，顺哥当然很清楚我们这台车的定位，所以评价陈主会有很精彩的这个唱品说明，我请大家期待，谢谢。那接下来请那个所有的人坐上。大家好，今天欢迎来到温州的西藏花园。大変歴史が長くてですね、都内のレベルに関しましては、1985年にですね、新しいデザイン感覚で、扱いやすく、そして、経済性に優れた本格的なアメリカスタイルのスポーツバイクとして誕生いたしました。就说到 Revo 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第一代的 Revo 是从1985年起新颖的设计感、容易操作、合乎经济性能等文化的美式风格，但的运动型的汽车为理念诞生出来的。そして2016年11月にですね、そのコンセプトを踏襲しながら、全面刷新をして、新発売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然后在于2016年11月延续这个概念的基础做了全面性的改革以及全新的一个销售。そのコンセプトが受け入れられてですね、世界各国でヒット商品となっております。然后之后的 Revo 会更加的 Rogue Fan， 而且就以更酷的一种形态当作一种可以轻松展现自我的好伙伴，成为了世界各国的热爱商品。台湾のですね、クルーザー市場は現在はまだまだ広告会のレベルが多くて、小さ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んな台湾としては、このレベルを通してですね、台湾の多くのお客様にクルーザーの楽しみを知っていただき、広め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目前台湾的巡航クルーザー的市場是以高价位的一些机种比较多，但目前市场并不大。那以后的台湾而言，希望能够透过 Revo 500，将我们酷展的一个乐趣，能够让更多的一个台湾的客人清楚的认识。本日はですね、レベルのコンセプトにいかにマッチしたコース、それから撮影ポイントをですね、複数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ぜひ拠点の雰囲気の方はあまりよくありませんが。皆様のお力をお借りしてですね、レベルの魅力を最大限引き出していただけたら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天我们是准备特别准备一些能够搭配 Revo 概念的一个拍摄的重点路线。那今天虽然天气不是那么好了，可是希望能够借着各位媒体先进的力量，能够将我们 Revo 的魅力引领出来。那在这边再拜托各位了，谢谢。谢谢。大家好，那我现在开始做 Revo 的商品的特性的说明。首先看到它开发概念的部分，其实这台车在开发概念的时候，它是主张能够让所有的车速表现自我。那所以在英文的 concept 是 express yourself。那在台湾的话呢，我们就使用了进展本色来彰显这台车的个性。那其实除了要凸显骑士个人的个性化之外，那进展本色的四个字呢，也指的是车辆外观的风格的极简跟原创，然后借由这样的设计，去让更多的台湾骑士接受巡航车款。
那也希望透过 Rebel 500呢，让赛机车给所有骑士拥有机车的愉快生活，然后带给更多的欢乐给顾客。那其实 Rebel 赛车呢，它帅气的外观，也希望透过骑士去拥有它，然后让它的生活中添加了更多的酷劲，然后是一台可以展现自我风格的车款。那我们这边也做了在台湾关于要入门巡航车的一些选择的比较。那其实这边做的比较呢，并不是只说他们这些车子是属于同级距的车款，而是呢，目前在台湾有提供巡航车选购给顾客选购的品牌中，啊，不论是以价格来看，或是以操作的技术门槛来看，我们把最低门槛的车款列出来做了相关的比较。那当然，我们 Rebel 500它是采用了比较排气量比较小、比较轻型的设计来抢占这个巡航车的市场，所以在引擎的输出的方面是跟其他品牌比较起来稍微小了一点。那不过如果因为以这个小型态的巡航车之姿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它也拥有了坐高最低、那轴距最短、重量最轻、然后售价最低的这样子一个特性，来让更多的年轻顾客喜欢。那尤其是以20岁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说，以往欧美品牌可能因为他们的入门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在年轻世代的客人是比较少的。那以我们 Rebel 来说，则是在各年龄层都分散得非常广，那包含到20岁的年轻人都占了我们所有顾客的20%左右。那我想这对整个台湾的市场的司机或是年轻人在选购车款的选择上面，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那讲到价格部分呢 ，Rebel 也希望用一个比较亲切、比较平易近的价格去扩展同牌巡航车这个级距的市场，让所有的青少年购车的负担可以降低，然后让更多人喜欢骑着摩托车这项休闲。那再来呢，就是以 Rebel 这个级距，它排气量小，那其实在最近的区域上面也拥有相当大的优势。那以往在选购入门的巡航车款的时候，因为巡航车可能在欧美品牌都是以比较大排量的机轴为主，那反倒是没有人去在台湾市场做这个王牌的车款。那所以我们以这个王牌之姿来切入市场，也让所有的拥有者以更轻松负担的税金级距来驾驶这台车子。另外就在油耗的部分，那油耗部分以 Rebel 500的奉射的油耗，它每公升只要29公里，那其实对一些喜欢长途旅游或是喜欢经常往外跑的人来说，也是相对的减轻负担。那另外就在巡航车的车重，那其实以往大家对巡航车的印象可能是又大，然后体积大，然后重量又重。那 Rebel 500以这个500cc 的排气量，然后搭配191公里的车重，其实跟其他品牌的入门车款来说，也是相对的非常轻盈，然后让使用者不论是在都会骑乘或是在郊区的山路，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安心感。那再来就是轴距的部分，那轴距的部分呢，Rebel 500也是唯一低于1.5米的轴距，让它骑乘起来更加的轻巧。那尤其是适合在台湾比较拥挤的市区，那甚至是蜿蜒山路比较多的路况，都可以骑乘这台车来轻松驾驭。那所以综合刚刚介绍的 Rebel 5个比较大的优势来说，那其实 Rebel 是以一个独立的级距，在台湾首款的进口王牌的巡航车款，来提供给所有的顾客，并且可以透过见识层，希望感受到 Rebel 500前所未有的骑乘感受。那在外观的风格部分，它采用了 Bauer 的风格。那其实 Bauer 的风格是在以往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战斗有一些士兵要骑乘他们的军车回家，所以把一些不必要的装备删除、去除掉，所以它有一个极简的风格。那 Rebel 是以这样子的背景为蓝图去做外观的设计。那头灯的部分也采用了比较简洁的大圆灯，但是它的大圆灯里面分成4个透镜的 LED 头灯，然后它希望呈现给客人是一个简单而且很酷的形象。那所有的 Rebel 车系在这一次都是采用了这个形式的头灯。那尾灯的部分呢，也是采用全 LED 的光源。那在屁股的设计，它刻意把尾灯降低，让后面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比较强劲。再就是它仪表的部分，那仪表的部分同样贯彻 Bauer 风格的设计理念，除了小圆表之外，它没
没有其他的赘饰。那这次在小鱼表采用比较科技化的 LCD 的设定，那也新增了跟前两代的系统相比新增了档位的显示。那并且为了维持整个一贯的风格，所以也把电门的钥匙孔移至左下方，让整个把手看起来更加的极简。在车辆的外形设计部分，那为了提高更高的持有度，如果特别做了比较窄化的车身，让骑乘起来双脚或是身体的空间比较大。那并且在副车台以及后辅助的部分是采用金属质感的设定，那也让整台车的质感更加的卓越。再就是在台湾规格动力部分，那台湾规格是提供了8500转的时候产生40匹的马力，那4500转的时候产生16公斤。相信对于一般的市区道路的行程，应该都是非常充足的。那跟携带车款相比呢，这次在改款之后也一并加入了滑动式的离合器。那除了让挡煞减轻之外，那其实更加让骑士在骑的时候更加舒服，是它的连接拉杆的负荷减轻那个30%的力道。那在市区走走停停、一般换挡的时候，手也比较酸，也比较不会那么酸。那再来在外形的部分呢，在后摇臂是采用是属于新的管状的摇臂，让整体的外观看起来更加简洁有力。那轮胎的选择也是巡航车的重点之一。那 Rigo 500是选用了登陆虎的第四影式胖胖胎的形式，它前面是130/90/16，后面是150/80/16。那在外观上面也可以更彰显巡航车的气势。那当然，在车辆本身的设计之外，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后配件供消费者可以选择。那尤其是顾客在骑乘巡航车款的时候，可能比较着重的是置物的空间。那所以在置物的空间部分，我们准备了各种形式的马鞍包，除了有尼龙材质或是皮件的方式，那甚至比较属于高质感的品牌，那个呢，我们同样有做引进，然后让客人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置物马鞍包。那其他的包含的改装的坐垫，那甚至是油箱贴，然后一些灯罩等等的，我们现场也有做展示。那也欢迎各位媒体待会在拍摄车辆同时，也顺便参考一下我们的副配件。价格部分呢，我们是在维持去年发表的28.8万。那车色部分呢，则是提供了三种车色可以选择，包含了我们卖最好的消光牛仔蓝，这个是客人最肯定的车色。那另外有提供的亮光红跟亮光黑。